安然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？对，你就不能跟我说声谢谢啊？说谢谢你，你有你温暖的四季。你说到哪十二六你想拿？就是这个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啊。睡不睡没关系。不少啊。让我们摆机会啊。太冷了。在搬迁的人手也够了。行。你说的也对，谁让你聪明呢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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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对，应该他先紧张我，我不烫。哎！可以，好。我确实不太喜欢什么算起来很虚的东西，但是你在意我。